主料牛尾500克，竹笋10克，辅料水1500毫升，葱10克，姜5克，盐8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牛尾斩块洗净，葱切段，姜切片。砂锅中加水，放入牛尾，大火煮沸，撇去水中的浮沫，再加入葱段、姜片，盖转，小火煲2个半小时。竹笋用温水泡软，洗去杂质，在煲汤的最后半个小时放入汤中，出锅前加盐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不要放味精，会盖住牛尾本身的鲜味，盐一定要最后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